他们也很奇怪，说这个怎么能给人家拍照呢？好像我这个东西是我们的，我给你拍的照，你拿回去就是你去用。他们开始呢，因为我们没有列入中央的计划、国家的计划，所以照道理呢是他可以一个钱都不给的。后来他知道我们做得这么好，那么管钱的一个部分呢也来了，来了觉得我们很好，所以给了我们，也给了我们很多钱。发掘出来以后，一直流到他家里，他这个人手里。那时候以后，抗战这个时候，就日本人都知道这里。文化大革命时间呢，上海博物馆是没有，因为我们把天门关了，我们把东西都收下来。都锁在箱子里面，放在库房里。那么我们这个市民呢，有这样一个博物馆，可以在那个休假日经常来那个看啊，或者那个给孩子一些那个教育啊、艺术方面的那个启迪，都是很有帮助的。我都很喜欢这个建筑。就这样的博物馆在我的城市里，我感到很高兴，也很自豪。经济发展的文化一定要跟上去，特别在中国是这样这个文化的古国，所以我们的人民应该了解自己的文化，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博物馆，现在这个条件是非常好的。